谁为爱世人愿舍身？这礼物化作活存的心灵，幸福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痛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最预感艳阳纵使多耀眼，如若没爱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着慢，请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清澈璀璨。早上七点钟，好似香港其他嘅年轻人一样，岑康遠已经一早起身去迎接繁忙的一日了。但是他好像不是去上学，也不是去什么大公司上班，这里好像是一个屋邨里面的一间中医馆。这个年轻人竟然是这间中医诊所的主任中医师，很少后生仔会选择中医这个行业的。究竟他为什么会想成为一位中医师呢？以前我中學讀理科的，到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有興趣留意讀醫科的事情，那時候就除了選讀中醫之外，就都還有選讀電腦的，因為自己都很有興趣在各方面。後來就一直逐漸成績出來，跟著又考得很差，但都是有得選讀電腦或者中醫的，但就不是直接讀學位，就讀文憑開始，咁就覺得自己應該揀讀醫就可以幫到人。當佢開始咗修讀中醫學科嘅時候，岑康遠嘅爺爺病咗，估唔到呢件事唔單止堅定咗佢修讀中醫嘅信心，亦都為佢未來嘅志願種落咗根。咁咧就嗰陣時咧，我考牌之前咧，我爺爺又中咗風，咁咧就但系咧嗰陣時我未考到牌。咁就所以就要揾啲出診嘅醫師去醫院度幫佢做針灸嚇。咁咧，但係就收費咧就即係唔平啦，就每一次要600蚊嚇，600蚊港幣。咁就咁我哋屋企人咧就商量話好唔好唔俾爺爺做啊？因為即係可能要俾一好大筆費用咁。但係呢方面嘅治療咧，其實係為爺爺個病最好噶嘛效果，咁但係咧就因為金錢嘅問題咧，就大家喺度爭拗好唔好俾咁樣，咁我覺得好不滿為呢件事，點解即係我哋屋企又唔係冇錢，點解唔做治療咧咁樣？但係跟住咧就再引申落去咧，就係我自己會諗到話我哋屋企都即係金錢上都唔係有好大負擔啊，但係咧都要考慮不俾爺爺做治療喎，咁啲窮人咪完全唔使考慮，即係有得去做針灸治療咯，咁啊。完成咗課程啦，啱啱考完試，岑康遠嘅心情忐忑，佢走到去教堂祈禱，好清楚咁接收到天主俾佢嘅信息。係啦，我考完牌，咁咧就但未出成績，係啦，咁咧我話自己好擔心，好驚考唔到牌咧就唔知點算啦，咁。咁咧就咁啊喺度祈禱啦。咁咧嗰日聖經咧就係個福音咧就係耶穌派遣十二中途傳教咁咧。咁咧其中有一段咧就係話耶穌咧賦予佢哋有治病嘅能力。咁咧就臨行之前咧就話我伯伯分施俾你哋呢個能力咧，你哋要伯伯施予咁啊。咁咧所以咧就我好記住呢句説話係啦。咁咧就覺得佢係同我講嘅，佢話咧，你我伯伯俾呢個能力你咧，你要伯伯咁樣施予出去咁。臨出成績之前嗰個星期咧，我又去聖堂，咁又即係參加彌撒啦，咁又係個心情好緊張咁樣啦，咁咧就又喺度祈禱啦，跟住咧就
啊祈禱嘅時候咧，同天主講嘅説話，問佢話啊，天主啊，你咧上次咪同我講話，我白俾呢個能力你嘅咁樣，咁你係咪真係俾我攞到個牌家咁啊？咁咧嗰日嘅福音咧就係講話係講伯多洛見到耶穌喺水面，咁啊伯多洛咧就問耶穌啊，我可唔可以行埋你度啊，老師咁啊？跟住佢話可以咁啊，咁跟住嗰個故事就係阿伯多洛行到水面之後，行一陣有風吹，咁佢就跌咗落去啊嘛。咁跟住耶穌就話：小心得的人啊，你為什麼擔憂呢？咁啊，咁咧我覺得佢鬧緊我。終於成為註冊中醫啦。岑醫師想幫助貧窮嘅家庭，使佢哋能夠得到適當嘅醫療服務。於是他仿效了德蘭修女的信念，和朋友建立了仁德之光這個專為低收入家庭服務的診所。在機緣巧合下，我有一次在圖書館揭到德蘭修女的介紹，德蘭修女的一本書，就開始認識多啲德蘭修女嘅事，即係以前咧，淨係知道呢個係一個好犀利嘅人物咁，但係就唔知佢多啲事蹟咁啊，咁咧就非常之敬仰佢嘅信念啦，同埋佢嘅佢想做嘅事咁樣係啦，咁咧所以咧就德蘭修女佢嘅服務對象都係窮人嚟嘅，係啦。咁所以我都想開個地方俾啲人可以免費睇病啦，而服務嗰啲人咧就係窮人啦。就係因為呢位年輕人一個咁崇高嘅理想，仁德之光就喺2010年九月誕生咗啦。仁德之光是由一班热心社会服务的基督徒注册成立的中医医疗慈善机构，诊所位于柴湾兴华二村里面，专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服务，不单止为这些病人诊症，还赠医施药，而且服务的范围广泛，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甚至针灸治疗都有。由最初只有三个全职工作人员，短短几年时间，诊所今日已经服务了超过360个由社工转介的贫病和低收入家庭的个案，和提供了超过4300人次的免费医疗援助。仁德之光大部分的经费都是来自善长仁翁的捐款，所以贫病和低收入家庭才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和药物。仁德之光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原来背后是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的。其实这个仁德之光这个名字是由林祖明神父去帮我们改的。林祖明神父是一位我很仰慕的神父，所以就我成立仁德之光和起名的时候都请他帮我改个名字。咁咧，佢咧當時咧就俾咗兩個字我，就話用仁德啦咁樣。咁點解仁德呢？其實係因為仁咧係代表愛人嘅意思嚇，咁德就德行啦。咁咧所以咧就要即係提醒我哋有愛人嘅德行咁嚇。咁之光咧係後屘我加上去嘅嚇。點解我會想加個光字咧？光咧係代表天主嚇，係一個救援同埋希望咁啊！我就希望將天主呢份愛啦，去帶到俾啲黑暗嘅地方。從仁德之光嘅英文名，亦都可以睇得出岑醫師嘅一份心思。咁就英文名咧係 Light of Raphael 咧 ，Raphael 咧係其實係呢位天使係啦。咁呢位天使咧係總領天使其中一位啦，咁佢係其中一位大天使，同埋佢除咗醫身體之外咧，會係醫人哋心啦，同埋治療我哋嘅信仰啊。咁咧，我覺得呢個天使咧真係同我哋嘅理念咧係非常之一致啊，所以咧就借咗佢嘅名咧就擺咗喺呢度。Raphael 聖納法爾。是圣经里面有记载名字的三位天使的其中一位。纳法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主医治。在圣经多比亚传里面，他不单止使多比亚失明的父亲托比特重见光明，
亦都帮助多比亚嘅未婚妻驱除佢身上嘅邪魔。我咧嗰阵时邀请我啲朋友一起做人的之光嘅时候咧，就系因为自己抱住自己个人抱住基督教同天主教徒咧，应该有一个共融嘅生活嘅信念嘅。咁所以咧，我成立呢度嘅时候都会想唔系单纯天主教徒吓，咁咧所以咧就。在個董事會入邊咧，就除咗天主教徒之外咧，都有基督教徒。劉瓊美醫師亦都贊同呢個共同生活嘅理念。佢係岑醫師嘅朋友，係一位基督教徒。佢係仁德之光另外一位全職嘅註冊中醫師。佢又點解會成為一位中醫師呢？因為我信中醫咯。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有啲小毛病啊咁樣，即係我細個嗰時會覺得啊好神奇啊，即係把脈就會知道你裏邊嘅情況啊，同埋食呢啲咁嘅即係花草樹木嗰啲嘢咧，就可以即係等你個身體可以恢復咁樣樣，咁就覺得好得意。但係好似咧以前咧讀即係好似好難。會進入到呢個行業咁咯，咁所以細個嗰時咧就會羨慕，但係就冇咩可以做到咁樣。劉醫師同岑醫師志同道合，佢哋合夥成立咗呢間診所，目的就係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義診。本身我係基督徒嚟嘅，咁我就覺得有錢嘅人咧要睇幾好嘅醫生都得啦。但係窮人嘅選擇咧就好少，咁所以咧讀書即係讀呢個中醫嘅時候咧，我心裏邊就好想就係、如果做到義診就好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又唔係即係有錢啦，咁如果要我自己出錢去搞咧，咁啊似乎好遙遠嘅事咯嚇。咁就即係我覺得係神嘅安排啦。咁我就嚟到呢度就可以做到義診。仁德之光最特别的地方，不单止是提供免费医疗支援给经济有困难的病人，使他们不会因为贫穷而耽误病情，更加希望能够透过关怀医治病患者的心灵。我们在这里做事呢、比在外面做事呢、比较特别一点，特别在呢是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跟个病人聊天，还可以多些时间关心个病人的生活情况。除了医生看个病之外，要医心。我们除了说要医身心和医灵，我们都会跟个病人一起祈祷的。就我相信呢，在外面的诊所呢很难做到这件事。啲病人咧係即係低收入啦，咁佢哋生活條件比較差，咁咧就長期喺呢種環境下生活咧，就好多都有抑鬱症嗰啲問題嘅。其實即係透過傾偈咧，嗰種治療效果咧比食藥咧就更加好嘅。除咗呢一類病人之外咧，我哋第二多嘅病人咧就係癌症，係啦。癌症咧係一個好長期嘅慢性又好折磨性嘅病咁啊，係啦。咁透過我哋祈禱啦，咁睇佢會覺得好迷茫啊，好冇曬信心嘅時候咧，就有一份光咁樣係啦，可以咧找到一個出路同方向。我係一個修女轉介我嚟見社工之後，咁社工即係評核過我啲資格，我嘅資格啦，咁嚟呢度做呢個針灸嘅。講真啦，呢度啲醫師啊、啲護士啊、啲職員啊，即係俾到我哋份睇到一份愛心，即係好偉大咯。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天主教徒，我當然知道天主是愛啦，咁但係嚟到呢度咧，深深感受到啲醫師啊、嗰啲職員啊，對我啲病人一份關心啊、一份愛護啊，更加睇到我哋即係天主係愛我哋嘅咯。咁就覺得即係個人開朗咗咯，個人就即係唔同咯。之前未嚟呢度咧，就係好唔開心嘅，即係好似好無奈咁樣咯。即係本身可能又即係冇得即係冇醫生去開解我哋啊，幫我哋啊。咁甚至乎喺我心靈中覺得就話，
醫生同我祈禱嗰剎那咧，我係覺得係即係好舒服，即係之前係即係冇乜即係好慘咁咯，佢一幫我祈禱咧，我真係覺得個人咧就舒服咗好多咯，慢慢就覺得係即係感覺有主有天父喺身邊咯，即係感覺咯。而家係即係慢慢去接受，之前係冇乜信仰嘅，而家就慢慢接受咗咁樣咯。精神上支持就好緊要咯，就係話啊咁樣咯，因為個精神上支持係仲加犀利過係佢醫我嗰方面咯，我覺得即係等於好似病咁，你有時係要靠你自己噶嘛，即係佢你食藥都冇用噶嘛，因為就係佢個精神上支持你係放鬆啲，咁樣係令到我個病係仲加會快啲好咯，就係話即係我好慶幸就係有社工嚟介紹我睇呢度，即係好感恩咁啊！Wins 是岑医师的朋友，亦都是诊所的职员。他曾经离开过诊所去外面工作，但另一份浓浓的人情味令他再次回来服务。其实呢就我因为本身我就认识岑医师的，我们是朋友这样。那段时间呢就他就有跟我说他有这样的 plan， 即是会开个诊所。那刚刚那段时间就我转工的阶段，即是我就未有事做。即是那变了他就说我来帮手先啦。因为开头成立这里的时候就即是由没有要变到有这样。那所以就他就有醫師拍檔幫他啦，但是就他都需要一個即可能有 admin 經驗或者管理經驗的朋友幫手。其實中間有段時間我離開了的，因為我就跟住出了去即做另外一份工樣，所以我就離開了這份這個 clinic 樣的，掛住這度，因為所以最近開始又回來幫手樣。我們不是當這度是一份工樣，我們覺得這度是好像另外我們一個家咁樣，好唔同咧，就係喺依度做嘢，你覺得嗰個收穫咧，即係除咗喺工作上，即係可能你完成咗一啲嘢嘅滿足感之外咧，就係病人對我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佢好感謝我哋嗰個表達方式咧，即係令到你係好感動。咁有一啲真係佢會覺得佢我哋又唔收佢錢咯，咁佢哋要表示即係佢好感謝我哋，咁有陣時佢可能會買啲生果俾我哋啊，過年我記得舊年新年咧，佢哋係煎啲糕落嚟俾我哋食咁樣，咁喺依一度即係你覺得係好有人情味，同埋係好有愛嘅。驟眼睇嚟，仁德之光診所嘅儀器包羅萬有，設備齊全，好似一間典型嘅診所。但係細心睇下，牆邊放咗一張好特別嘅台。台上边摆咗好多单张，仲有一个装满字条嘅藤篮。呢、這个藤篮究竟有咩用呢？系啊，嗱，呢个篮咧，其实系入边装咗好多圣言喺度嘅。吓，我哋咧就有抽咗啲圣经嘅金句啦。咁咧就吓，即系咁样，好短嘅啫。咁咧就我哋咧其实系参考咧喺。香港有一間聖堂咧，佢哋咧都有呢、這個活動嘅，咁咧就係俾佢哋個去參與彌撒啲人咧，就去抽一張聖言紙仔，咁咧就佢哋咧相信係天主同佢講嘅一句説話嚟嘅，咁咧但係咧就喺呢度咧就用唔著喎，因為咧呢度好多病人咧都係即係低收入家庭嚟嘅，點解佢哋會低收入咧？其實係因為佢哋唔識字，唔識字咧就唔可以揾啲高收入嘅人工啦，所以咧就。他哋有些人會周圍睇，會攞，但係咧就望住佢，唔識得佢入邊個意思啊，或者甚至連啲字都唔識讀嘅咁。咁我哋知道咗之後咧，就即係一見到有人嚟即係攞啲紙仔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嚟同佢解釋，所以製造咗個機會嚟同佢哋傾咯。雖然呢啲病人嘅知識水平唔高，宗教信仰亦都唔一樣。但是他们沮丧郁闷需要祈祷的时候，仁德之光也可以帮忙。因为我发现啲人不识字，咁我哋去教总会度，同嗰度啲职员倾啊，有件咁嘅事，咁点算咧？跟住佢哋咧，俾咗啲好好嘅材料我哋啦，譬如呢一张咧系，其实佢呢个咧唔系经文嚟嘅，系啊，佢咧只系话啊，你咧可以教嗰啲人。每日都讀一句，佢咧就係寫住願主祝福我。如果譬如同自己祈禱咧，就願主祝福我充滿慈愛、平安、幸福，
祥和輕鬆、積極努力、健康快樂，即係咁簡單嘅幾個字啫。咁如果譬如佢想同其他人祈禱或者為即係祝福其他人咧，咁就將第一句願主祝福我咧就變咗願主祝福你，咁咧就又係講翻咁簡單嘅字啫。咁咧就我覺得呢一種模式咧，比起教佢哋祈禱較為容易，同埋容易啲接納。雖然診所嘅工作已經好忙碌，但係每個星期三，岑醫師都會特意由柴灣去到油麻地，去露宿者行動委員會義務贈醫。因為如果你話如果佢單憑自己嘅能力嘅時候或者係政府嘅醫療服務嘅時候其實咧佢就唔能夠可以得到一個即時嘅醫療，即係比較妥善嘅醫療服務。如果係一個比較慢性啲噶，或者比較複雜啲病症嘅時候咁變咗咧好多時咧，佢哋咧係只係喺度我哋所做嘅都係喺度拗，即係唔能夠話即係好一個好細心啊，好專業嘅一個診斷。其實係因為佢哋根本冇機會接受治療，係啦，佢哋本身點講？即係其實為一個露宿者或者周身好污糟邋遢嘅人去一間診所，可能會唔受歡迎嘅嚇。但反而呢一邊咧，佢哋本身就聚集喺呢一度嚇，佢哋有翻親切感嚇。呢一個地方咧係屬於佢哋嘅嚇，但係診所嗰邊咧可能係佢覺得唔屬於佢哋，佢哋唔喜歡喺嗰邊活動啊咁樣，所以咧就佢哋會聚集喺呢邊咁。我覺得我哋自己醫生過嚟呢邊，就要幫佢哋睇症咧，係即係更加合適啦，同埋為佢哋本身個心會好舒服啦。睇醫生嚟講咧，咁啲老記嘅反應嚟講咧，即係佢哋會覺得啊，岑醫師好好，即係好細心，即係好詳細咁樣去睇病啦。好新鮮生機啊！阿岑醫生真係冇得頂，即係最緊要咧。佢肯用心嚇，醫術咧又的確係好好。我自己咧就本身好仰慕德蘭修女嘅嚇，佢話德蘭修女咧佢有一個佢成日都提出嘅格言，就係要服務貧窮中最貧窮嘅人。咁特別嚟到呢一邊係就係正正德蘭修女所講嘅貧窮中最貧窮嘅人，貧窮到連住屋都冇嘅咁樣嚇，所以我自己就好希望可以喺呢邊再做多啲嘢咁樣，所以就定期每個星期都會過嚟咁。每次岑醫師為呢啲露宿者診症之後，就會將藥單由互聯網轉寄俾診所嘅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就會將藥分配打包好，然後送到行動委員會俾負責人分配俾病人，咁樣病人就能夠有機會定時服藥，病情先至可以得到治癒。仁德之光是因为岑医师无私的理想才可以诞生，但是他想帮助贫苦大众的抱负并不是限于兴华二村。我自己个人以前很希望有一间医院，如果有一间医院他的配套或者他可以发挥到更加多的功能，可以帮到一些更加重型的病，幫助到更加大的數量的人，但是逐漸開始改變我自己。我自己現在反而會想開一些小診所，會想開很多個小診所。其實這個概念是有一次我看公教部就介紹另外一個修會，他在中國的山區開了一間診所，叫做小小診室。它呢就其實是只得兩個修女運作的，但它就可以為那一區的山區的居民服務。我自己個人很喜歡德蘭修女的，德蘭修女她自己都很時時提到說我們其實人呢不可以做很多大的事，但是就可以做很多小事，但是充滿著大愛的。那就大事留給其他
勁嘅人做，係啊，我咧就呢啲就已經係非常滿足。香港人成日俾人一個冷漠嘅印象，但係喺現實生活裏邊，仍然有好多好似岑康遠一樣咁嘅有心人，每日努力不懈咁為弱小社群謀福利，將天主嘅話語變成行動。我哋雖然渺小，但是我们的力量可以聚少成多，影响深远，或者甚至有一天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加美好。一次偶然令到他有机会参加弥撒，从此爱上天主教。很喜欢弥撒到一个地步，就是礼拜六晚会睡不着觉，就因为他知道第二朝可以去摩尼撒。他更加加入方济会，效法圣方济各，和弱势社群称兄道弟，为没有声音的人去发出声音。这个是不单止因为我是修士，单止因为我是基督徒。你想不想进一步认识五位列修士呢？请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看完这一集《爱常传》，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故事，欢迎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聊下。而我们也都邀请大家每逢星期六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天主保佑。